去访问，而且得到他的招待，据说还亲自解说有关金矿的事。我想对我们学生是非常好奇的事情。我们学生非常兴奋，他们家长。谢谢老师训练来说还有一些产品像香蕉这个芒果莲雾啊，听说他们对莲雾很有兴趣啊，凤梨啊，对，最近的凤梨销到日本、韩国、中国销得很好，那么莲雾销中国销得非常好。芒果最近生产，待会我想送给芒果市场主席。抱歉，就没有很长时间来亲自来借。据说早上要去看兰花，因为我们刚好道路在修，比较方便。那屏东县的兰花，品种是非常非常多样的。